你家那个在那个河边动园小区是有个楼卖吗？应该这就啥呢？对，适合养老，适合养老。对对，岁数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鬼头，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，在清原县呢，看一下清原县的真实房价是多少。对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。景色真的非常漂亮，所以停下来我来这里探一下房价。是不是漂亮？依山傍水的。咱们找一下当地老百姓啊，先问一下子，这个靠这个河边呢，这个小区叫什么名？河边还有这种长廊，这就有小区啊。对，说我能打听一下吗？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啊？东园啊？对对对啊，东园小区。这条河叫啥名啊？叫浑河。浑河。浑河，这是浑河边上呗？对对对对。啊，前面是白云街，白云桥。啊，前面是白云桥啊。哎，白云桥。它现在这个楼大概得多少钱？五十钱。啊，这楼啊，这地方这么漂亮，楼的大概得多少钱？得3500到4000左右吧。3500到4000。一平，对。啊，就说的都是好楼层呗，二三楼呗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多漂亮！你看这长楼了，这夏天搁这里边老凉快了呗。对对对对对，清原这就啥呢？对，适合养老，适合养老。对对，岁数净大岁数。那个，吃喝贵不贵呀？哎，不贵不贵。那夏天的青菜老贱了，对，1块钱都买一大堆。那真是好地方，景色好，空气好，世外环山，完了守着一条河，真不错。这地方啥的？就是这个楼得有15、16年了，瞅着样啊，20来年了那里啊，这楼得20多年了吗？哎，谢谢大爷啊！啊，这贴卖楼广告啊！接下来咱们打两个电话问一下子啊，看看是什么价格。你好，你家那个在那个河边动园小区是有个楼卖吗？东园，你看的是那多少钱那房子？我是房产中介。啊，你是房产中介呀？对，房子是有，但是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啊？写的19万呢？对，写的19万。啊，六楼。六楼啊，多少平啊？啊，60多平，南北通透的，我房子挺好。你要看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看，你先看看房子。60几平啊？具体多少平，我得去查一下的，因为咱们中介房子挺多，他这房子是人家房主的，我就。这个是60平，南北通透的，听我去看过，房子到底挺敞亮，怎么办？19万，60平。哦，价位挺合理。六楼。房子的面积比实际面积大，比如说那个房子瞅着能有67、8平那样。啊，瞅着能有六。因为它南北阳台，对，挺大，因为它南北阳台不算面积嘛。哎呀，那它合多少钱一平方？合3000，不到3000呢，要是六十七平的话。但它房子没那么大，但是你瞅着大。房子你得看房子，你光问南北通透的，3000多的房子呀？六楼说有点高。没有，有个3楼，还有3楼，还有一个19万5的。我没说吗？3楼19万5的，它是多少平啊？那个是50平，51平。你要是方便在单位见，我就把这两个图片给你传过去，你看看图片，你要感觉三楼十九，你就看实地看看房子。你要感觉不行，你先慢点行吗？你慢点可以吗？可以慢点吗？说话，你说太快了，我都记不住了。三楼。他那是51平啊，20万，就是19万5，就咱就说他19万，50平，3515，400034，快到3800了吗？那不一平。清原的房价，说句实在话，他这个房价就是便宜的了。是因为他靠这个，是因为他靠近这个河边才这个价格吗？那个六楼是不是靠河边的？对，六楼是河景，我不知道，我看你这电话号是黑龙江的。黑龙江的。是不是清原本地人？是不是清原本地人？其实清原的房价，就是说咱们这个房子的房价，就是在于市场价，也不是说那个，就是说高挺贵，完不贵不贵不贵。这个地方吧，确实适合养老，买个低层的可以。它也有个低层，有一楼有一个是60平，24万吧，不到60好像是二十万，有一个就是最高好像就是3000到4000了呗，这块这房子啊。3000的房子难买，装修的房子得都得3000多。好了，这个地方呢，大概是3000起，3000他说难买啊，应该也是3000起。好一好的呢，就是4000，3000至4000一平。抚顺市清原县河景房的房价，好了。
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